生活住。去体验一下美妙绝伦的自由。曹彦斌，终于见面了。你是谁？我说过了，我就是你。如果说你是我，那为什么之前我没见过你？你还记得镇狱童子吗？数千年前镇压过一股魔气，那是魔尊殒命后残留的一部分力量。什么魔气魔尊，什么鬼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跟你没关系了？镇狱童子正是因为对付你，才阴差阳错打开了封印，将魔气一散而出，侵进你的身体，进而寻到你心中最黑暗之处，画出了我这个模型。你是我画出的？不错，我正是你元神的暗。你想做什么？当然是和你一起称雄，给你无上的力量了。力量？什么意思？难道你忘了吗？方才可是我帮你灭了那个食火王的。是你母亲把我放出来的，她听说我的守护元神很厉害，让我来帮忙。你们这帮祭神人仗着守护元神厉害去狐假虎威，不用你们帮，我自己来。你不说你守护元神很厉害吗？还装什么？快叫出来啊！哎，不是你说别狐假虎威的吗？再说了，我有守护元神怎么了？要叫你也叫呗，又不是没有。哼，你还真说对了，他就是没有守护元神，揍他都嫌麻烦。闭嘴，油腻男！女生说话你别解释。